老师也喜欢游泳，我也喜欢，但是北京游泳池都不欢迎他。凭什么不欢迎？他在水里边撒尿嘛。您瞧，您这不懂怎么？您问问，都在里头撒尿。有人说化验过啊，游泳池那水里边含尿液挺多的，对，都尿，也不知是谁含了一口尝着含，没有啊，含的尿液不是谁含一口尝着啊，反正科学家检测说，确实好多人这个不应该，对啊，都有公德心，但是你跟别人还是有区别。那为什么我有什么区别？你是仰泳，那就难怪。啊，游泳池有一鲸鱼，你这玩意儿，嗨，不用形容的那么细致了，看着多瘆着是吧？啊，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为什么要体育锻炼？嗯，目的就是身体好，锻炼。你看啊，我咱实话实说，岁数不饶人。是我们小时候站台上说相声，仨钟头几个钟头，不值得累。当然年轻啊，现在时间长了，站那儿腰酸腿疼。可不嘛，他媳妇儿都说我，我媳妇儿说你什么？你可不如原来了啊！谁说的这是？这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高峰媳妇儿也说，是啊，孙越的媳妇儿也说，嚯，好些个说相声媳妇儿都说我，好，这人缘好，嗯，净交朋友了。您就这么交朋友啊？啊，就是为了有好身体，好说相声。哎，您这小的时候，先生就告诉我们了啊，不管底下坐多少人，嗯，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儿要送到观众耳朵里，让您听清楚。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，而这句话怎么讲啊？说话啊，就如同要杀人似的，刀一下来要快，嗯，没有痛苦。这刀子要是钝了，杀人太痛苦了。是钝了刀子杀人也是杀人呢。你看这抬杠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可以啊，比如说用钝刀子杀人啊，杀你好不好？你瞧我这茬儿找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要杀我，没人给你解释钝刀杀人了。你瞧，行，那你就杀我。举例子，对，例子，于老师被杀了，哦，得挑个好日子吧，是吧？哦，这还挑好日子呢，大年三十，或举国欢庆，嗯，嗯，包括海外华人吧，都算上。对，全庆祝，嗯，普天同庆的日子，是是是，大年三十，嗯，这一天呢还是于老师的生日，双喜临门，那是，嗯，而且今天你买那独栋别墅正式入住，乔迁之喜，你那个别墅7000多平米，嚯，嗯，这是三件喜事儿，啊，嫂子早晨出去买彩票，花3毛钱中了一个8000万，这好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，嗯，你儿子在国外学的。大学吧，甭管是什么，毕业了。呵，今天回家来了，就归国。哎，带来一个未婚妻。你瞧，这闺女她爸爸是世界首富。你瞧这好日子啊！全家人坐在一块吃饭。好啊，鸡鸭鱼肉摆齐了、嗯。于老师一筷子下去，嗯，从这鱼肚子里边夹出一大珍珠来。鱼肚子里有一珍珠。嗯，哎呦，哎呀，好事都到你头上了，这就没想到的事。这时候我来了。您到这儿来，你过生日啊，贺寿啊，这是对吧？嗯嗯，谦儿哥生日快乐，谢谢您啊、哎，嫂子好啊，哎呦，少爷回来了啊，啊对，这是带回来的媳妇是吧？您认识认识，好闺女好闺女，快坐着吧是是啊，嗯嗯，那个我还给您带了个生日礼物，哟，您客气，什么礼物啊？给您买了一个印度三宝，啊，这印度三宝在哪儿？一会儿人家印度公司就送来了，哎呦，打那儿订的，叮咚，哎，门一响，谁呀、啊？开门一瞧，哦，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。这印度的美女是今年姑娘19岁，哦，公司派来给您送货的，送货员，19岁一个印度的闺女，你看那个身材，那个相貌，漂亮的都不行了，哎，额头这点了一朱砂红痣，哎，这是印度风情，捧着这个一个小箱子，哦，于老师生日快乐，这是印度的吗？这个代表哪们公司给你送来的？这是保定的呀，这是。这闺女是在保定上学，哎，家教也是一保定人。好，这就不想进步了，嗯、这是。嗯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印度三宝呗。哎呀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。打开箱子啊，里边是一个木桶。木桶怎么保啊？哎，印度小叶紫檀，这是一宝，这算宝吧？小叶紫檀。哎，桶外边抹了一层印度咖喱。
咖喱馍桶外头了，哎，也是一宝，哎，一掀这桶盖里边是满满登登，就这么一桶印度神油，这拎桶送，哎，于老师开心了，嗯，接过来，吨吨吨吨吨吨，我喝了，太糟践东西了，全喝了啊，喝饱了，擦擦嘴，哦，一眼瞧见这印度女孩了，哦。我看您这儿点一红点儿，是啊，我一直看印度电影就纳闷儿，都点，我能摸摸你那红点儿吗？好奇心太强，还等数目呀？哎呵，就等着你摸呢。嗯，于老师拿手一摸红点儿，嗯，这红点儿 K 掉了，掉了，里边有字儿，写着是特等奖。我这好事还没完呢，干哥，公司促销，哦哦哦，谁把这 K 掉了，谁就得特等奖。这特等奖是？就是这个女孩。怎么叫母女孩？以身相许了，就留在我们家了，就以后跟你过日子了。你这真没想到的事儿。哎呀，啊啊啊！有句老话形容您的心情啊，我是美的跟王八蛋似的。这叫什么老话？这叫太开心了，开心就开心呗，高兴。嫂子不乐意了，她是有想法，凭什么她来了就住咱们家呀？哦，这闹别扭。是我赶紧劝吧，劝劝吧。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敲门了。这回谁来了？官兵来了，官兵干嘛来了？杀你呀、啊！我把这事儿忘了，对吧？嗯，合着那点好事一点没我事儿了，合着。前面先铺垫一下，让你死的时候心情愉快。我都死了，我有什么愉快的？于老师您好，我们是官兵。哦，春节快乐，生日快乐，是是是，中奖快乐，哎，都快乐。谢谢您，跟我们走吧。干嘛？要去杀您？不是，凭什么杀我？没有原因，就是拿你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。你瞧我死在这字儿上了，你这玩意儿。于老师一听有理啊，什么叫有理啊？请，哦，哎，人家过来，夸一摁于老师，哎，撅下来了，押走了。是，你是走了，我们这一大屋子人都傻了呀，这没想到的事。嗯，我就坐在这儿，我就呆了，发傻了。儿子跟儿媳妇坐对面，两口子也不说话了，没话了。你媳妇坐在我左边，也傻眼了。印度美女坐在我右边，刚进门。我们五口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嗯，心里边难过。是。您这是难过？啊，谁也别乐出来啊！谁别乐出来？就不是滋味啊？是吗？难过。嗯，得了，您节哀呗。老半天的功夫了啊！哦，还得说嫂子，怎么了、啊？拿手一指自己的儿子，哦，哭什么哭？那是哭吗？啊，行了，哦，哎，顾死的还得顾活的呢、哦。你也大学毕业回来了，嗯，也带了媳妇儿了啊，对，一家人家了，端起杯来，干嘛？先敬你小妈一杯。哎，这就认了一个、嗯、是吗？我就赶紧我说得了，哎呀，嗯，年三十包饺子吧，是吧？咱包饺子。这一家的人落你手里了，是怎么着？你跟这主持工作来了，你这。包饺子，你赶紧和面，你赶紧包葱就快去啊！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我都死。把醋倒出来，一会儿咱吃饺子啊！啊啊！完事炸点辣椒油，嚯！再弄一碗咖喱。对，那还印度娘们呢，嗯、照顾照顾她。吃快点！哎，饺子里边搁一个硬币啊！啊，还玩呢？看谁吃的谁有福。哦、哎，打开电视干嘛？年三十看看春晚。怎么？看看有没有好相声？不能有好相声了，我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相声啊？啊啊啊啊啊！啊我们就在全家难过的时候、嗯、一点都没看出来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。菜市口那是杀人的地方，杀头的地方。嗯，到这儿了，给于老师八个一丝不挂。我干嘛光着杀呀？你瞧，要杀头了还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。我得了，脸跟命就一块都糟践得了、啊、好家伙，我倒豁出去了。八一光屁股啊，于老师还以为要打台球呢。别提这台球的事儿，全扒光了 啊！拿绳子给捆上，嗯，后背这插一招子。什么叫招子呀？看过电影电视剧都知道，嗯、白色的那带尖的呢，那叫招子。哦、是是，写着犯人的罪过。怎么写的？上写奸斩人犯一名，嗯，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嗯，打脖子后边绳子扣插进去。是啊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呢，于老师大气。我说什么呢？本盲。什么叫本盲啊？大流氓吗？大流氓就自称本盲啊？那是在我们这儿都是本盲副新长，这都我这嗨、
我这太有学问了。本盲，去你的吧！踹那儿了，一脚踩那，跪好了。哦，那你跪好了，谁让你撅那儿了？哎，去了，谁让你踹我来了？怎么又撅呢？哎，对我这习惯了是怎么？嗨，哎呀，这个臭流氓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就想撅着啊，啊，都收拾完了啊。嗯，天光大亮。哦，按时间来说，现在是大年初一了。我这折腾一宿啊。北京城这人就开始越来越多了哦，因为北京每年春节期间从初一这儿开始有庙会啊，对，有庙会，那叫场店庙会，打清朝就有老庙会。哎，这个庙会的入口就是从菜市口这儿进。哦，我杀人这地方，哎，就你撅着那个地儿是庙会的入口。我撅门口了，外地得来个七八十万人。嚯，北京也有二三十万人啊，反正百十来万人，哎呦，得打您这儿撅着这儿过去。你们卖票不卖啊？嗯，没办法，都从这儿过，不看也得从这儿看。哦，当然有那个好事的呀。是吗？有看三回的，有看两回的，都有。这玩意儿还上瘾啊！嚯，这是那于老师，是就是他于谦上的、嗯。好家伙，真白呀、啊！你管着管不着你？怎么那么些事儿啊你？简短结说啊，就到了初七了。我这儿展七天呢，咱们得讲理。怎么了？因为北京的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，那还有一天呢。工作人员们不得看看吗？我这还有优惠呢。我们忙活半天，我们不就为看看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这凑热闹，到最后都看完了，嗯、一直到初七的下午。嚯、哦！啊，跟大人回一声，咱们得杀了。啊，就就这儿作为监斩官，还有监斩官。哎，监斩官啊啊，专门有一官负责杀人的官。嚯，配个红斗篷。哎。红斗篷辟邪用的，讲究的。嗯，坐在这儿，哎，刽子手得过来了。是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。对了，哎，大人一回头，说什么？整啊，整，削他呀？什么呀？弄死他呀？嚯，切稀碎啊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赶紧让他滚犊子啊！赶紧整啊！这打东北来的大人，这是。刽子手拿大刀来了。哦。就这口鬼头刀怎么着？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毫。紫薇薇，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哆了哆嗦，颤颤巍巍，大刀举起来，怎么样？啊，哈，这就下去了。对，是不是吓一跳？谁跟你玩呢？哎，谁跟你玩了？这，哎，尿了尿了。废话，哎，尿了，吓死了，这都。尿了，这尿的吓死了，这就，我还是嗨，我别砍了，我这吓死你手里了，手起刀落，啊，早就该这样，人头落地，啊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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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走了，人头过马路，还过马路，好，停了，干嘛？等红绿灯，嗨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这个，嗯，绿灯了，过去了。人头过马路，一转身还夸着刽子手呢。我说什么？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，我这。这就叫杀人的刀要快。你瞧我费多大劲呢？就怕钝刀，钝刀不行，钝刀就坏了。您再说说。还是你啊？说可以。别的不说了啊啊！大年三十过生日，什么你媳妇儿什么，那都不说了。印度妇女都不提了啊！你都带走吧。行了，好，都是我的啊。好了，嗯，就是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，这不提了啊，这别提了，就说大年初七了，哎，就哎，游客们都散尽了啊，对对，旅游团都走了，就不要，于老师也撅够了啊，行了，嗯，哎，启禀大人，时辰已到，哎，对，大人一回头，整啊，削啊，弄死他，别客气，哎，这孙子还没退休呢，嗯，打刀举起来了，赶紧砍吧，这口刀打宋朝流传到现在，是一次都没磨过。嚯！因为磨刀得花两毛钱啊，上下好几千年，谁也舍不得花这两毛钱。哎呀，到现在刀刃上都是锯齿啊，都成锯齿了。大刀举起来，哦，在这扎脖子上了，扎上了。哎呀，也上过来也下不去，难受。他横着推吧，啊，锯呀，连锯三天啊！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你是饿死的？我去你，都跟进货似的啊。嗯，还有没有？大伙儿老这么鼓励，老这么捧，其实实话实说，嗯，诚惶诚恐。没错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是啊，你看刚才我们这俩演员很好啊，
那个看过东方卫视相声有新人的都知道，这是您的一栏新节目，张盘刘全淼是两个年轻演员，大伙儿多鼓励多支持，没错、啊、人家来的这个戴着墨镜来着，我还来不了，不行吗？我就不像于老师，于老师这方面比我强，不行啊，真的。来现场把那个灯再给我们亮一些个，观众席的灯再亮一点啊！就不用了，因为于老师看观众席，要是女观众多，他愿意来。我不。来来，后台我们灯光老师呢？啊，前台的灯亮一些、啊。对，我先买墨镜。我。嗯，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，每次跟谦儿哥聊天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就我们愿意聊。我认识他的时候十六七，是那会儿来说。我们这样的叫北漂啊，就漂在北京啊，到了北京羡慕人家这样的。我是北京人嘛。啊，那会儿在专业的曲艺团体，有个单位，一个月挣800块钱的工资，那就不少了。羡慕。后来一想，人家于谦应该挣800，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？你看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吗？怎么说啊？谦儿800的吗？谦儿800的就是我应该挣800。挣八百，到了北京对我很照顾。哦，带着我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去啊！嗯嗯，那会儿实话实说，80年代末期，哦，看什么都新鲜，那没见过什么啊！哎呦，我记得带我到那个五星酒店去演出，那时候五星酒店很少。80年代末，我们一说住店还得是国营旅馆呢，就是招待所呀，就是那个玩意儿。对，哪像现在似的各种快捷酒店很丰富啊！嗯，那会儿没有，嗯，五星酒店去了就傻了，没见过。哎呀！真好，到时候那洗手间，谦儿哥，嗯，你看人洗手间小便池啊，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。哎，没听说过，有这么比的吗？没见过呀。啊，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球，啊，粉色的、绿色的、红色的，那洗涤的。看看这个，嗯，谦儿哥这是干嘛的？我解释一下，谦儿看看，嗯，这就是，嗯，谁横着那糖掉了啊？我没见过就胡解释啊！咱我真信呐！哦，就信了，我真信呢啊！嗯嗯，接完手出来，在外边等着他啊！一会儿于老出来了，嗯，哎，我呀，那是我真信了，那是，嗯嗯，不知道绿色的什么味儿？哎，对，我再回去取去。嗯、一晃啊，半辈子过去了，真快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认识他那会儿还小伙子呢，这都年轻，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！嗨，一掐滋嚯嚯，好家伙！墙上写着“妙手回春”。哎呀，好，你这掐到膀胱上了，这下。不要说的那么恶心。现在后台刚才我看着的，鬓角都白头发了，不少了，真感慨。嗯，也别说他，我也是。都一样，原来站台上说相声3个钟头5个小时不觉得累，就是年轻啊，现在站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。嗨，连他媳妇儿都说我。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。谁说的？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？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说。是啊，孙越媳妇儿也说。嚯，你这当你说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说。您这朋友交的广泛，那我得累死呢。这行，玩笑说玩笑。嗯，希望谦儿哥身体健康。谢谢您，您得多活些年，哥哥。哎，我听您的。您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那一大家人都得我管。我用不着。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是，但也是最难的。嗯，啊，都说了，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。嗯，什么叫艺术？哦，这个还有解释吗？艺是艺，术是术，细说说。艺是演员的能耐，哦，术是把能耐卖出去，哦，有艺无术那叫诈骗，嗯，有术无艺那是商贩，都不对。那当然，哎呀，我这个东西，我这个艺这么好那么好，从人文的角度、美学的角度、这个角度、那个角度，如何如何这么好那么好，嗯，你说卖票卖1毛钱，观众扭头走了不看，你就叫诈骗，哦。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，你有什么脸？你还跟人谈艺术？也是，对吧？嗯，单有的树摆个摊卖花，嗯，卖条是卖菠菜卖白菜，一样有人买。啊，这里边不涉及到艺，你只是一个销售啊。对，它不是艺，只有合在一块儿才叫艺术。这有道理。
说相声其实有窍门。还有窍门？第一是活着啊，那是是是。第二是忍着。您怎么解释啊？活着很重要啊。是吗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是啊，这么解释。25死一个，啊，31枪毙一个，嚯，40拿车撞死一个，呵，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嗯，你连个人话都说不利索。哦，你活到90，你就是艺术家。怎么就艺术家？你有话语权啊。哦，那仨比你能力大，那在盒里边了，对，没法抬杠，所以一定要活下去。嗯，活下去很重要，这是重要。第二，嗯，忍着，忍着怎么讲啊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怎么叫忍呢？该忍一定要忍。哦，不值啊！你只要忍着，你就看唐僧了吗？唐僧就这一道路过9妖18洞，洞洞闹妖精。嗯，忍到最后。求取真经，哦，成佛了。艺术之路也是如此，也得忍。你只要忍，早晚你能上西天。嗯，我忍死了，我这个。嗯，我很多地方，嗯，跟唐僧很相似。怎么相似呢？第一，嗯，我们都有很多名字。名字多吗？唐僧，嗯，三藏，哦，玄奘，法师啊，玉帝，嗯，是玉帝哥哥。嗯，嘿，师父。哦，对，徒弟们喊师傅。嗯，哎，我也是。您也有吗？徒弟们喊我也是师傅，这也有。哎，人有尊称，那个郭老师有，其实咱不敢当。嗯啊，有张云雷的粉丝，他们喊姐夫。啊，对，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嗯，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还是喊爸爸的多。有，嗯，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，辈儿太小了，我这个。这是我跟唐僧相似之处。哦，这都一样。哎，还有第二点，我们都是为祖师爷打工。哦，给祖师爷干活，替祖师爷传道，替祖师爷收徒弟。嗯，祖师爷还不管饭。哎呀，这祖师爷够狠的啊。嗯，第三，嗯，我跟唐僧有一个相似的地儿。怎么？都让妖精惦记着。这个怎么讲呢？吃一口唐僧肉，长生不老。嗯，骂一句郭德纲，大红大紫。哦，你还真是这样。那是你看吧，蹭 WiFi 还嫌网速慢。嗯，啊，最重要一点，我跟唐僧一样啊。还有，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。哦，嗨，我不跟那位比了，就玩笑说玩笑。嗯，相声不容易，是我们还得好好的努力。应该四门功课。嗯，脱鞋就唱。嗯，脱鞋就唱什么？说学逗唱，说学上炕，上炕干嘛？脱鞋是脱鞋，就不脱鞋，不上炕啊，嗯！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嘴里得干净。嗯，无论坐在哪儿，哪个角度，观众不管您是坐着的、站着的，嗯，底下的、上头的啊，天花板里头的是吧？没有的，电工啊，电工那是耗子啊，嗯。无论在哪一个角度，每一个字儿，嗯。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，这应该啊。嗯，说话不清，钝刀杀人，这不行。是，嘴得干净。哎，还有很多基本功呢。嗯，我们的基功，说学逗唱啊，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。对，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。本门唱，因为之前我也确实在台上说过这个。哦，我说学逗唱啊，唱是唱太平歌词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梆子、唱歌。那是学，嗯，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嘛。哦，郭德纲唱一个梆子，唱一个评戏，唱一个歌，你一定是有专业院团的人在唱。哦，所以我们归在学里边，就学人家嘛。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，自己的唱。当初我年轻气盛，我在台上老说这个啊，不会太平歌词，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说相声的。嗯，得罪很多人。是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一晃我也这个状态，这个岁数了。哦，提起这个问题，我很有感触。自私一下，我说的对。嗯，嗨，你不会就是不会啊，你不能因为你不会，我改了规矩啊。嗯，弄不了假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太平歌词，于老师那会儿为了唱太平歌词，在太平间住1年多。我啊，我在那儿学的太平歌词，好几回都差点烧了。
嚯，太下本了！在太平歌词唱太平间，当当当唱、哎，唱完了还得喊哦，有不服的坐起来。好家伙，你坐起来我就服啊，扶着你躺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请于老师唱两句太平歌词。对对，人家爱听您唱，唱一什么呀？嗯，我这直说太平歌词，你说叫小帆，保安给他弄出去这。嗯，什么？韩信算卦？哎，你看这是有明白人啊。嗯，保安别弄，先弄这个。哎，好，都弄出去。这个明白人先弄出去啊。嗯、唱几句，你们尝尝好不好？哎，嗯。唱一什么呢？嗯，会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嚯、哦，这难就难在这儿，就跟你们出来的时候，要是趁一柜子衣服啊，你且挑不出来。哎呀，我没有衣服穿，嗯、要就那一个裤衩好办，是吧？那就别出来了啊！不出来不行，还得上赞比亚当皇上呢。好家伙，那还趁一碗棒子面粥。嗯，那叫恩西玛。隋炀帝无道行事凶，好，嗯，一句呀、啊，这自个儿叫好。为什么唱一句呢？嗯，让你们先尝尝。哦，太平歌词难在这儿了，它没有乐队，哎，也没人帮衬着，全靠自己。嗯，最难就是这个，是啊，你这是。一百人大乐队啊，连钢琴在这在哨什么都有，还有哨啊，乐队嘛，有挣的多的挣的少的，哦，弹钢琴的一场150啊，吹哨呢一场3毛，特好，因为他不用雇一搬家公司啊，贵贱不说，合得到一块儿去嘛，啊，那是他们的事儿啊，一吹哨钢琴就开始弹，哎呀呵，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学的是这个，哦，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，说学逗唱的唱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，嗯，都算是学。哦，啊，那会儿没事的时候，满处去找老师去，让人教。啊，那会儿来说，还得锻炼肺活量。肺活量？你肺活量不好，你唱不了啊，根本就。嗯，我这个肺活量就是那会儿他大妈教的我。我大妈怎么教？得跑，跑就能有肺活量。跟着我来，哎，他大妈拿块砖，我后边跟着。嚯，你这偷人玻璃去了是怎么的？所以说没肺活量唱不了这些个哦，你包括现在张云雷老唱那个探清水河啊，是啊，这都属于唱学唱里边的，嗯啊，岳云鹏老唱的什么送情郎，嗯，就这类小曲儿，于老师也学过这些，我们小时候一块儿，这都我有一个小曲儿，于老师是最爱，您很多小曲儿都爱，不，您有最爱的哪个？青楼悲秋啊，我喜欢那曲子，你喜欢那地儿？哎嗨。很多小曲儿其实过去都是北京天津的小曲儿，嗯，但是大伙儿种种原因吧就都失传了、哦、要感谢东北二人转，怎么好些个，你比如说探清水河，嗯，那是正经北京的小曲儿，是没人唱啊，后来人家二人转还保留这个，人家学当然唱法有调整，嗯，但是也有人说，咱也看过有些专家说了，嗯，探清水河这是摇调啊，这个妓院里边唱的，嗯，其实这是瞎说，不是过去这个青楼女子啊，客人来了就是陪人喝酒唱一唱，什么都唱，嗯，贵妃醉酒她也唱，京剧她也唱，是她会什么唱什么，你不能因为她在那个环境唱完了这东西就算摇掉了，嗯，咱得讲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没错没错，来帮客人我要听京剧，人家这四个青楼女子给唱段京剧，你不能因为这个把京剧就归了摇掉里边，你这个不讲理，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，嗯啊，所以说很多小曲我们都爱，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青楼悲秋，恰恰是青楼以外的人唱的，是吗？青楼熟悉吧？那都忘了，那会儿他小，什么叫忘了？他成长的地方，好嘛，青楼，嗯，当初是那个地方，后来新社会没有了，是啊，当然前些年有那个类似洗头房的地方啊，嗨，这个我不太熟悉，会待会儿让谦儿哥给你们讲。嗯，我也不熟悉。嗯，洗头房20年前那是喜闻乐见的一个群众业余活动的地方。什么叫业余活动？一个小房间，有玻璃门、玻璃窗，屋里点一个粉色的灯，啊，里边坐一大姐姐，画的还挺俊啊。嗯嗯，跟屋坐着，嗯，你打那过，他敲窗户喊你，喊。谦儿哥确实从那儿经过，但是没进去过。
当然咱不会进去，单纯善良。嗯，是谦儿哥打这儿一走，走过去了。哦，这里边那大姐敲窗户喊他。哦，噔噔噔啊，玩会儿吗？嚯，谁玩谁呀、啊？这个，好不是这么粗的声儿呢？能把谦儿哥吓着啊？啊，啊你看多少钱？别问价儿。我就不进去，还问什么价儿啊？这是这已经都取缔了，没有了，嗯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旧社会有风化场所，对了，很多有技术的女人在那儿工作，你就别起名字了。嗯啊，反正后来有那个时间长了，不想再从事这门工作了，哦，要跳出来。嗯嗯，那个词儿叫从良，是的，就是嫁人寻一夫找一主，嗯，过日子。哎，所以这个小曲儿反映的是那个状态。哦，青楼悲秋，那您唱唱，那挺好听的啊。嗯，今天我唱给于老师听听这个。哎，您别客气，大伙儿都欣赏。皓月呀，当空啊，如同波舟啊，有姑娘们坐。就在青楼啊，斜倚栏杆，两泪交流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，怕的是起早贪黑。不得自由啊，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。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说相声的走，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，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。怎么唱着唱着又往我这儿拐过来了？要不他打小就爱这段呢。哎，跟我有关系啊。这是小曲儿。嗯，这些个呢还属于是我们曲艺的范畴啊，小曲儿。但是唱戏也都是我们的老师、嗯啊，都得学呀！说相声得会唱戏呀、啊。是是是，像我们小时候在团里边，嗯、那会儿涉及到这段相声里边涉及到京剧了。哦，那会儿老师就给我们送到京剧团去，就去学一学。这段涉及到评剧了，嗯，就送到评剧院去。这栽培嘛，这他那会儿老上那个京剧团。我喜欢唱戏呀、啊。那个人缘啊，谦儿那会儿一送到京剧团，一进门一大帮老头就把他围上了，这熟极了。那是烧锅炉的王大爷。嗯嗯，扫地的赵大爷啊，做开水的孙大爷，我怎么全是大爷？就这帮老头爱他爱的跟老伴儿似的，没听说过。我小的时候净学评剧。哦，您喜欢评戏？哎，老师就给我送到评剧院去。评戏一进门，一大帮小姐姐就把我都围上了，全是小姐姐，唱花旦的，唱青衣的。哦，哎，小的十七八岁，大的二十出点头，六七十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。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。嗯，大爷们会吃醋的。哎呀，嗨，别提大爷了。哎，为什么要都学呢？嗯，它是因为每一个曲种、每一个剧种发音位置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还有区别。啊、对了，它每一个位置，有的地方吧，它吐字是一种方法，哦、行腔又是另一个状态。哦，都学会了，在舞台上我们得以展现。哦，那你比如那会儿我们还上梆子剧院跟老师学唱梆子。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，河北梆子吧，你看。比如说都是一个老生唱腔，他这个位置就有区别。您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我们听一听。你看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，梆子老生分男老生和女老生。哦，这也分。同样一个活，同样一段唱腔，男老生跟女老生的唱法都不一样。都怎么唱？你比如说他梆子有一个有这么一个腔啊，嗯，你看，嗯，女老生啊，女老生啊，可说是我的儿啊。
笑声。还沉浸在那个状态当中。男老生就不一样了。男老生怎么唱？男女同调。哦，男人的嗓子达到不了女老生状态。是，他会有这个本公音背公音的相结合。是，他会半说半唱。他怎么唱？可说是啊，我的儿啊啊！真他妈脆劲。这发音不一样，这就是欠呀、啊，你知道？哎，还有一个呀，爷爷骂给孙子的唱，不听了，不听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就长能耐，知道吗？长了。他其实那会儿老上评剧院找我去，哦，应着名儿是找我玩去，实际是看那些小姐姐。哦，我当时谁都喜欢啊、去了跟人小姐姐们起腻，教我一段吧，是吧？哎，流氓啊，我这是。啊，教我一段，教我一段，我要学段评戏。哦，姐姐们，你哎呀，这把裤子提上。谁呀？我脱了裤子跟人学什么去？我哎，那会儿还小，小孩儿，小孩儿，小小子，那会儿刚多大？刚十九啊，是二十。嚯，那就是流氓那啊！他评剧唱的不错。没有吧？瞎闹。你看，又来了。没有没有，来段吗？别去，听您的。我陪着你唱啊。哦，评剧有一个现代戏很棒。啊、你看那个戏呀、啊，它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您看黄梅戏、看越剧，啊，都是才子佳人、爱情生活。哦，啊，它最符合老百姓的口味。嗯，你看秦腔京剧，竟是帝王将相，哦，大气。哎，历史大故事，它不同的剧种，它不一样的故事。是，评剧也是。嗯，爱情啊，家不长理不短的呀。嗯，这个故事。哦，为什么评剧现代戏还多呢？嗯，你看这个刘巧。啊，这都现代戏，拍了电影了。是，这个表现出来观众能接受，好听哎。他会唱刘巧他唱得不错，几句学过几句。我陪你一块儿啊，咱们唱唱啊。刘巧跟赵柱儿俩人有对唱。哦，小声小旦，谦儿哥唱得可好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带着你一块儿、啊、我搭个架。嗯，一见大婶扬长去，柱儿心中暗着急，悔不该做事太无理，悔不该对人瞎猜疑，走上前叫巧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咱们俩谁跟谁，何必太客气，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，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，村里头万一他不同意，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，县里还是不同意。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，省里头一个样式不同意。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，什么词儿这是？哪儿有这词儿啊？哪就不同意了？哪那么些不同意？没事，您就会几句啊。评剧适合唱现代戏，是是是，但也不是所有现代戏评戏都适合，是吗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很火，哪个呀？叫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，知道？哎呀，电影话剧都演，老人都看过。有一个小评剧团啊，学着也不卖座也不挣钱，嗯，咱们能不能用评剧演一下这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？演这戏、啊、因为评剧咱们有这个翻这个电影翻话剧的历史啊、哦、要翻外国戏，那是你包括当年民国的时候啊、哦、很多这个老的话剧都被评剧翻了，甚至连雷雨评剧舞台上都有过。哦，所以说咱们翻这个列宁在一九一八行吗？呵，化妆什么跟电影一样，但是演出来确实有点欠缺、哦、不，这应该有意思啊。这个、哎呀，您给学一学怎么演列宁啊。列宁我们也粘个头套啊，也穿的跟话剧一样。哦，马甲，背带裤。哎，列宁，十月革命刚成功，嗨，国库紧张，粮食空。哦，我嗯，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，呵，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。哦，天到值班时分不见回来，你说这是咋儿的了？你什么味儿啊？这是。思前想后，叫我放心不下呀！啊，要唱《论盾》，大大大大烫了浪，忒雷烫，大铺得烫。嗯，列宁
家作，克里姆林宫。哎呀，叫一声斯维尔德诺夫，上前听分明。嗯，我命纳瓦西里去把他粮食弄。天到了这半时分，不见回城。还甩枪。旁边斯维尔德诺夫也得唱，他怎么唱？叫一声列宁同志不要着急，为此事我问过捷尔任斯基。这都什么人呢？他言说彼得堡交通不便利，抢到了粮食可木有车皮。哎呀，瓦西里工作一直很努力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。好嘛，非唱全名不可了。这后边瓦西里就来了，还唱呢，唱肩板。怎么唱？吧嗒躺嘿躺的浪躺隆咚一隆的躺，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。好嘛，抢出粮食好几包，嗯，忙向列宁去报告。列宁同志，我把粮食给您了，弄回来了。呵，列宁同志开心了，他说腿好了。对，这是正味儿。我一见瓦西里把粮食弄到，不由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喜上眉梢。太闹得慌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困难不少。瓦西里可算得什么呀？一个好宝宝。什么词儿？